左手漂亮，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勉，我又来了。你们老说我弄的菜贵，成本高，今天我们就弄一个猪身上最过瘾的地方——猪肺。不要想歪了哈，我们先弄来煮，煮过来炒一盘。开干，少准备点猪肺。不够，那就再来个。加点吧，煮点盐盐，放水。你要千千不得行，什么不得行？喏，就是。喏，你看，是要放着水的。这个猪肺是最难收拾的，比肺烫的恼火。我这都是老板娘灌过水的，如果老板娘不灌水的话，要冲洗40分钟以上。今天我就帮你们试下水，好吃就人吃，不好吃就猫儿狗吃哈。改下刀，改成坨坨。要点开干，那么多呢？放葱姜、料酒，盖着炒水。阿哥，你吃过猪肺没嘛？我几岁了，猪肺没吃过。我活了几十岁，我没吃过。你们是新一代年轻人，哪儿受过这种罪哟？对头，对头，对头。看嘛，出水了噻，你喷喷就知道这点了。捞出来再洗哈，改个刀切片片，稍微厚一点，这儿炒了还出水。放高压锅头压一下，葱片姜段，大概三来香味香，花椒、香叶三枣，料酒，加点水。压半个小时，准备点配菜，大葱、芹菜切球球，青红海椒切成小球球，压好了捞出来，油干，起锅不撒油，下猪肺，干炒一下，炒干水分直接就香了哈，炒干水分盛出备用，烧油，稍微多一点啊。油温六成热，下干花椒、干海椒，下入猪肺，放点豆瓣酱，放点配菜，放点十三香，放点毛毛盐、鸡精、锅边的生抽，再来点花椒油，要得喽，起锅。第一次弄啊，为了避免翻车，炒个蘑菇，弄了个蟹丸汤哈。阿公开整，要得，开干。先上一块，上一块菜，我都盐是炒椒给做的哈。味道是好个，嗯，有点绵，压三十分钟没弄跑。这就是这个，就随便从弄弄跑，新片儿弄弄跑。嗯，这我几十年没吃到这味道是变了。变了，你以前弄得好，弄得这味了，弄不到。以前调料都没那么多，好吧？可能没那么好，是吗？居然没翻车啊！味道巴适。你说这个脆的，啊，我说这个脆的好吃，你看。后果来去，后果来去，啊，我说脆的。你看干多少脆？啊？脆骨啊！嗯，兴奋你再让我弄，不好吃你要打我，我耳边。我第一次吃猪肺哈，刚刚说以前是条件不好的才吃这个，是吧？嗯，最便宜。叫你面积级的还叫头，越叫越香。这个啊，糟了，阿公，咋的？这个才拿给你们学会了，市场上的新肺要脱销哈哟。
二天不买了是吗？我要站站出去，马上喂。站站出跟我抓工，你看。哦。没有想到这个猪肺那么好吃，推荐大家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了。若想办个人小户，弄财请观众们。我是阿美，我是大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